Hello，儿子，想爸爸没？懂了。哎呀，爸爸想你了，跟你们通话，跟你通话，和奶奶一起通话。我想你。哎呀，儿子，爸妈也是，妈特别想你。近日，在《挑战吧太空》录制中，王宝强非常思念自己的儿子，迫切的他当场便跟儿子打了一通电话。刚一通话，王宝强就表达了对儿子的想念：“爸爸想你了，爸爸特别想你。”儿子也给予同样的回应。儿子还十分关心王宝强，询问：“爸爸吃的怎么样？你呼吸正常吗？”等等。通话最后，儿子忍不住又说了一次：“爸爸，我想你了。”王宝强还说道：“我跟你通话，也跟你奶奶通话。”这一句就可以听出来，其实王子豪现在是跟奶奶在一起生活的。王子豪虽然跟着奶奶生活，可是小家伙却被奶奶教育得很好，十分懂事又贴心。众所周知，王宝强出生于草根家庭，本身就没有受过太好的教育，虽然现在的生活变好了，但是受到的教育是无论如何也改不了的。不过很显然，奶奶在教育孩子上还是很有经验的，也将孩子教育得很有礼貌，至少现在的孩子懂得如何关心大人，说话也是很有礼貌的。而王宝强虽然没有时间陪伴孩子，但是却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。不过很多粉丝们都有点担心宝强的女儿了，跟着妈妈的生活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了呢。